好，跟住到下一套啦，下一套呢就係、是、雖然真係播咗一集，但係我哋一致認為其實係唔需要俾多集佢嘅。係啊，咁慘，但係佢係二季嚟㗎喎。大番添仲係。第一季冇分，冇咩關係其實。就係、是、呢個刀劍神域嘅第二季啦，咁、就即係呢個 GGO， 即係幽靈子彈篇。幽靈子彈篇啦。係啦，咁啊。整體上呢其實就即係第一集固然呢其實都係好跟足就係佢原著小說裏面嘅第一章嗰個嘅橋段嘅其實係。咁、但係當然你話、那個故事裏面其實最主要其實係 present 返就係、是、完咗呢個 ALO 篇之後嘅一啲嘅小敘述，因為其實佢其實喺 ALO 篇之後，其實佢都出咗一啲 extra 嘅嘢，咁其實再講翻就係佢哋之後嘅一啲嘅後日談嘅嘢啊。咁其實而家呢個一個新章節就係其實講到就係話喺呢個 GGO 嘅世界裏面、有人就俾呢、這個入面嘅道具係啦殺死，即係阿弗達，即係佢個鬼槍係啦。鬼槍喺個遊戲入面、類似 headshot 啦、但都唔係面對面啦，隔空咁樣、但導致真實嗰個玩家真實嘅人死亡咗，係啦。咁、那個故事裏面其實佢分咗兩個啦，一個就係阿同人同埋阿阿斯拉拍拖嘅一節啦，同埋就係另一節就係佢同嗰個政府嗰位谷城啊，其實都唔係政府啦，應該係嘛？應該係政府係公務員嚟嘅，對策部嚟，定話佢遊戲對策部嘅對策部嘅，風清假想部嘛，係啦。咁啊，兩個嘅對話就係講翻 GGO 而家發生緊嘅事件啦。咁佢講嘅其實愛情線嗰邊先啦，你可以話係、其實講嗰個嘢其實就係話佢只係講緊就係科技嘅進步，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個女啦，喺 SAO 入面嗰個虛擬嗰個類似女兒咁樣，佢哋虛擬結翻系統之後就生咗個虛擬嘅女兒出嚟，咁講啊，生日執嘅咁啊，跟住佢哋講緊其實呢、這個叫做咩啊？信息量嘅題材啦，拍拖講呢啲嘢真係嚇嚇，咁唔知啊，佢中意啦。我都明呢個同人係一個宅嚟㗎啦，大佬。溝女係講啲嘢，嗱我哋講打機喎啲。唔係，始終佢哋喺都喺遊戲入邊識嘅，咁而且同人作為一個高階玩家對呢方面有興趣係唔出奇嘅，我覺得。正常其實就冇講，但係其實咧，你話、即係作畫嘅話，佢都係依然係保持咧，即係 even 就算係一貫風格嘅。唔 even 就算係喺第一個，即係應該話SAOE 個題材，即係呢個作品裏面其實賺咗咁多嘅錢、你見到佢投入嘅資金嘅數量其實都冇乜大改變嘅，其實我覺得係咁孤寒，好似少咗添。睇唔出第一集，少咗，其實特別打氣都睇唔到嘅。唔係，其實係咪因為一季定兩季咧？唔知喎，一季完唔到呢個篇幅，暫時未知道，知清楚。咁唔知道啊，但係其實即係亦都見到就係同人將會之後扮演嗰個角色嗰個 character 嗰個嘅虛擬體童子，好嘅，唔係啊，咁講啦。在插畫裏面的話你接受到，但是我是完全接受不到呢，他在現在動畫裏面走曬樣子的死人樣，男不男女不女這樣呢，是他是畫得瘦削得很緊要，同埋那個現象就是喂，我覺得說你要畫到，因為你故事描述裏面他是講到他是一個很女性化的角色，但而俾我睇到嗰個樣咩咧？係一個男人扮女人，即係當然我依樣嘢我知道係事實，但係咧你錯啦，喺奧拉鏡入邊佢只係 set 個性別啫，唔係扮嘅。唔係啊，即係佢個角色嗰個咁嘅形外形啊，外形佢係夾硬將同人嗰個面掹大咗個頭髮，然後跟住再畫嗰啲女性頭髮落去就算數。喂，我覺得話喂唔好咁求其啦，好核突啊真係。個挑戰難度，一個男性角色點樣 set 咗個女性嘅外表嘅啫？有咩挑戰難度啫？我拉機咪有乜設定咯？好似你揾剪紙揾個假髮笠住嗰啲嘛，你揾啲地拖笠住自己個頭得噶。所以唔係咁理想，但係你話個故事嘅其實你話 GGO 嘅故事嘅其實佢真係 present， 即係佢係 present 咗就係咩咧？其實喺裏邊講嘅其實係一啲比較遊戲嘅話，就算 GGO 嗰個嘅，其實就唔聽明喎，佢有咩 ST 乜嗰啲。唔係，總之佢總之話俾你聽啦，呢個世界係一個配，即係佢嗰個世界係一個配點嘅世界嚟嘅。但佢其實冇 SAO 講得咁清楚，即係 SAO 講得好清楚就係話佢啊，佢有個鎮啊，鎮入邊鎮出邊有啲怪物要挑戰個迷宮係一到一百層嘅，佢唔似 SAO 咁大。呢個未講啫，我覺得。哦 ，OK。佢係未講啫，而 GGO 好似冇乜大。而呢個其實你當因為 GGO 其實佢係講緊一個係有職業玩家，係電子競技嘅遊戲，佢係一隻電子競技嘅遊戲。
所以其實電子競技遊戲是不存在咩，通常都是玩家對玩家嘅啫，呢個先係個重點。唔係佢同埋有帶過一個設定，就係話佢呢個遊戲入面使用嘅貨幣嚟講係對現實嚟講係一對一嘅。對錢，唔好話一對一對錢啫，可以講到話對到錢出嚟。好似 Diablo 咁咯，可以換錢咯，真係。冇咗啦，呢個設定。爭好遠喎！Diablo 話我聽呢個設定係唔得㗎，話咩係會死㗎。唔好理嗰啲動畫面話呢個設得嘅，主要可以換錢得啦，唔好理啦。唔係，即係你跟住咧，你又見到阿同人一直喺度講，即係喺個故事裏面係講話。你不是要我入這個遊戲，沒可能的，這個遊戲全部都是職業玩家來的、然後跟著說你這些人全部都是職業為生的，我怎能夠跟他們對抗，即當然如果他說得這一句就會犯回就是有馬在之前 SAO 最擴張的東西說，喂你不是有開外掛給他嗎？沒有啊，就好像聯登新咯，我不行我不行，這樣就扁死你們咯。呢套嘢季尾先講啦，呢套嘢極品嚟㗎嘛，呢套嘢大佬真係點同呢，即係當然佢哋嘅近質都係為主，即係我稱為呢啲叫做爽歪歪嘅小說啦，即係總之就是主角威能嘅嘢啦吓。咁、但係你話而家暫時嘅，即係第一集我睇到出嚟，但係個感覺其實都係一貫就係 SAO 嗰種，其實即係佢都係圍繞一啲設定，佢係好想做一啲設定出嚟，但係我好相信。應該不過不是很相信，因為我看了小說的。但是它的切入點我覺得幾有趣的，都是。但調返轉，因為它不是在這隻遊戲，即是它同人不是在這隻遊戲玩緊啊已經，純粹是一個介入的玩家這個角度咯、各位看下去啦，就知道什麼事了，在這樣有費事講的真的。但我從一個最宏觀的角度去講呢，即是如果你說當年 SAO 最被人稱許啦，某部分啦，就是說他或者這類型的作品，他就是將現實這些虛擬的 online game 的一些生態或者特點帶了出來，在另一個作品又演繹回去。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在一隻射擊 game 裡面你拿一把劍在那裡揈的話，我除了看 Star Wars 之外真是別無第二家的。射擊 game 不是，其實我覺得IM講那個，即是你不是反映生態，他是顛覆生態。不是，他是沒有反映過生態，反映生態那樣東西那套是叫做 Lock Horizon。這一套真的告訴你就是什麼呢？不能同意太多是嗎？同人我有外掛，我最勁，只要我說有，這個世界就會有。那個是上帝，我說光便有光，大佬。那個是 game 來的。不是，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你明白不同 game 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特性，但同人就是我玩 SAO 拿把劍劈過去。不是，他未講的，大家不要那麼超越，大家不要劇透了其他人先。我一直都沒有講過這件事，就是這個原因。但是那個 case 是說你會而家就係咧，佢會係而家定咗一樣嘢，就係話阿同人俾咗個 message 就話，嗰啲全部都係職業玩家嚟嘅。佢喺度即係當然唔知條友係咪好劣等身咁，佢係好謙虛咁講話，我唔教你打，我講下啫，等你哋心理好過啲啫。我射擊力唔係好高啊，就唔該你射。我哋嗱而家喺動畫嚟講未知道，咁當然呢樣嘢究竟係點樣咧？大家可以睇完動畫之後，大家自己再決定。你生個樣好笑，我想講係陰笑喺度。唔係咁，我都話我睇咗故事，咁我唔會講㗎嘛，我唔好似你哋咁樣，我唔會劇透㗎嘛。咁冇劇透啊，佢冇睇過啊，睇 OP 㗎就。OP 就係 Lightsaber 喺度。去到呢度，咁跟住最後就係有出咗就係 GGO 裏面嘅女主角啦，另一位女主角啦，就係阿師奶啦。咁啊，澤城美雪配音嘅師奶啦。咁記憶中文咪依個講咩？如果係鍾意阿師奶嘅觀眾嘅話咧，其實咧就唔好意思啦，唔好意思啊。其實咧喺依個 GGO 嘅故事裏面咧，阿師奶係唔會出現嘅。所以等，所以等陣放閃光，我明㗎啦。OK， 搞掂。係啦，即係咁啊！依個預告唔算係劇透，即係話咩？如果你真係想睇下，純粹係想睇下斯蘭，或者你期待有 16.x 嘅出現嘅話，唔係依個可能屬於依個 2.6x 嘅。唔係，依個係86。I'm so sorry。咁冇理由阿斯蘭咁放心㗎喎。咁呢樣嘢你睇落去咪知道咯？呢樣嘢就阿斯蘭應該又唔知遇到啲咩嘢昏迷咁。啊！呢樣嘢唔清楚，但係總之。我都係覺得啦，佢應該就冇乜人會唔睇嘅。如果你睇到動畫，所謂叫做咩啊，流行作啦，我叫做好似可以叫做流行作啦。你應該大部分都好多人都會睇嘅，但係睇完之後咩評價呢咁啊？我驚有讀者會 challenge 我哋喎，我哋巨人冚晚冇睇喎。嚇！我哋巨人冚晚都冇睇喎。咁點啊？啲流行作喎。一定要睇㗎。咩？一定要睇㗎？一定要睇喎。我有睇巨人，我有睇巨人㗎咩啊？我有睇。漫畫㗎嘛，咁我都係有流行喎，我有追上呢個潮流 okay. 我冇離開過個潮流 ,ok? 係啦，咁我哋呢套去到呢度，咁我哋下一套。